怎么开？不是，好吧。各位观众，我等下在这条路上再死一次，我就他妈跳飞蛾舞。他要跳了。下去我会死、啊。我不摸，在那边摸管。高哦。然后你要死喽？没有，我就说这条路不好，我没死，我过了，过了。超废。好了好了，到目的地之前，好不好？想回去，想说马上掉下去。干嘛啦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们这张地图不能好好生存吗？我可以把生化钟挖掉吗？老子，哎呀，不，好好生存嘛。没有掉下去啦，又没有掉。好好生，又在讲有怪物。你妈才怪物！你就硬要放我照片，然后让观众在那边骂怪物啊！怪物叫，怪物大吼哦， oh, 怪物大吼，你过来这一块啦！背景音乐是圣诞铃声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呦，法师你过来啦！我这边一直扑不过去，我需要救援。你们才卫生内裤，你们全家都卫生内裤。法师，内裤拿来。附魔金苹果是附魔。拿来，你有钻石砖。应该是男的、哦，你就是男的，对。哎，啊 ，Pinky 奇，对啊，其实我知道那个读音，只是我跟你讲过话，就懒得再打那个字了，所以就叫 Pinky 比较亲切。还我刚刚还给我那个什么东西，法师可以，法师这句可，法师这句可以成为后代的名言，哪一句？抚摸金苹果、哦，冷死我。不要这个时候才在那边想，里面看里面这个很像那个弹珠台，有没有？你不觉得很像吗？你少来的，你是女的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知道 ，OK 啊，我宁愿冷死，冷死不会有感觉。是打字打。沙小，等一下，好，老婆，我们要来问个有来，要不然给各位观众回答好了，你们宁愿热死还是冷死？不要问这种问题好不好？啊？可以不要问人家问，可以不要问人家这种问题吗？为什么啊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死，不是真的死啦。没人说是啊，就你宁愿热到受不了，还是宁愿冷到受不了？好，要感冒要赶快好起来的那边。哎、欸，这个会一直升啊！没图没真相。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他好像只有半格，好像打得到、啊。哎、欸，打不到哎、欸。走开、欸！我看得出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温子。不要他们摸过来摸过去了，他们真的宁愿。有人说我不要死。干嘛？跟你说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死不是真的那个意思啦。受不了的意思啦，啊，就是你宁愿冷到受不了，还是热到受不了？哎、欸，真的大家都宁愿冷死，你没有毛病哦。那边等等，为什么要冷到受不了？真的讲过这种话吗？啊，我真的讲过这种话吗？有啦，我那因为我有一次骑车，我就问你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很热，可是外面风又好大，你觉得我要啊？我哪知道？没影响，真没影响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就爱问又不听我讲话，我真的没影响啊。有啦，错哦，你也没用哎、欸。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。我宁愿抚摸金苹果。我不想死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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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观众，来来来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立正列队报数。哎、欸，这个也排得太整齐了吧？他们就正这样两排站好好哎、欸。大家都看小。你过来啊！我铺到那个地狱堡垒的那个。我要走多久啊？要东西都全部拿来。我没有拿啦。你不知道热在家开冷气就是爽吗？哦，拜托，就是有你们这种北极熊才死光光，好不好？超级怕热，真的。我想被钱砸死，干我也想。我也不要死啊，在那边。谁理你？怎么？你滚！你走开！打不动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、，no！ 阿金，你怎么在外面？阿金，你怎么在外面？很嘲讽，怎么又在外面？哎、欸，这两个龙是粘在一起的、哦。那你，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？哦、不要。阿金，没有哎、欸，快冲进去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热会心情不好，所以什么冷就冷，是哦。啊！我要低头看你哎。打到呢，凋零行者。欸、他们真的都不会动哎、欸，是失去知觉了吗？前几天怎么没开？因为我没开啊，我就没开，我能说怎么办？我就没开。怎么可能？走过来啊！算了，可攻可受，我才不要理。
哦，我看到了抓鸡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故意的。为什么这边会凸起来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亨利，你居然订阅黑鱼哦，干！阿鸡，为什么你这边会凸起来？为什么你这边会凸起来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他笑下去。啊，不行啊，这个一定要。阿鸡，你那边怎么笑下去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真的不会攻击？哎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不要扶他。干你老师！完了，被打成智障。好，你吐吧，你吐。哇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们也不会。完蛋了，糗了，完了，我要被骂了，我一定是变态、欸。他们不会轰出来、欸。你还真的传了、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哎、欸，有灵障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被拒绝了。各位观众、啊，你们看哦。安慰，安慰。哎哎哎！他、欸、他会跟出来。哎、欸，他不是停住吗？他只是距离很远吧？距离他那感应距离很近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你就过来嘛。哦，三格高过不来。你直接你在那个啦，熔岩的下一块啦，你可能要找一下。他自己凸起来又修下去。欸、什么东西凸起来？谁凸？我哪知道啊？被打了。肿一包。乌拉巴赫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干嘛啦？没事，我是大家的。你是大家的？对。说岛上你有人要呀？我哟。帅。呀。干嘛啦？我又不想开台了。为什么？我心情好痛。其实通常会过来。你在碰什么？一起当。你们也太那个，知道没关系，反正还开着就是。你怎么会痛？因为、欸、我乌拉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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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安慰一下。哈基，你那一声是被打死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那个啊，不受打。摇台硬要王什么的，他可能没有带。要不然弄一些东西，要抓打一些武器，至少送他自己一下。好啊。啊！你可以不要叫的那么。啊！我关了。大家是谁？我是大家的。大家是谁？哦，乌拉巴赫是脏话。你绝对不会伤我的。是没是？哎呦！要干嘛？这个仙人掌有密集恐惧症啊！啊？这仙人掌有密集恐惧症。不是神经病。几百年没有听到乌拉巴哈，怀念，真的真的乌拉巴哈。老婆，你有听过乌拉巴哈吗？哎，怎么过去的？啊？我闯过这堆熔岩的、啊。走边边啦，走边边过来。右边，谁都可以啊，我路铺在后面啊。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。哦，好怀念哦。啊！我的灵魂魂魄。不停守候在你心门口。哇！好像是我以前看的电视剧，就终极系列啊。你真好坏哦！乌拉巴，你忘关吗？为你而流，躺在无边无尽小小宇宙。然后不要理我。好，法师，你说，我在听，我在听。我就说完了，还有在听啊？再讲一次啊！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啊！密集恐惧症，密集恐惧症听过了、啊，不是这一句，不然呢、欸？这里啦，你是过不过来啊？你在哪里？不要去，你自己说的、哦，那我继续走了。那你过来啦，再回。你到底在哪？你在哪？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农夫。你又在当农夫？右下角有一个废物，不捡骨有啊？怀念，对啊，好久了。召唤兽，你有上召唤兽吗？抓到了吗？我愿做你的召唤兽、陪你闯危险的宇宙，期待你有一天回头。我不要，好丢脸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各位观众，法师你一定要过来啦！法师你一定要过来，你一定要过来！等一下，这边拔完，快点！好好好，小农夫要收成了，一定要先拔，不然被黄总给吃光光。终极战果，对啊，不然他就会把啃光的。什么东西？你可以私讯我，到底私讯什么？啊？你知道，当
我看到召唤兽这个歌名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暴龙兽。我要先关完台才可以看的、啊，反正。抱歉，没关系。下面，我要先关台才会看。喵哈在那边，我的耳朵，你看喵哈都叫我不要呛你，你自己在那边呛我啊，妈的，你完蛋了！你下次出现在我台，我一定要呛爆你。好像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看到有东西射上来了。啊？有东西射上来了。有我推荐什么比较低音的歌吗？哈基没看到。好、啊，什么东西射上来？哪里？有，我推荐。低音的歌，超低的哦。我没有看到啊，哪里？哦，有哎、欸。等一下，那这个要打爆吗？不要吧，先留着做纪念也好。真要纪念。然后被打到，掩护哦，掩护哦。不要吃腐肉，我是想说先把腐肉耗光啊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啊！哎、欸，快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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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回来，快回来！这个什么？救命！可是这个在下面很难打到吧？你把它打爆了、啊。救命！哎呀，这可以打爆吗？不好吧？欸、你就凶、哦，你就被在那边变我的形象了。你掉下去就不会那个啦，不起來是吗？哎、欸，法师，要不要？等一下哦，什么什么光？我说你掉下去，掉空的光，好难念，感觉很特别，那很特别名字。哦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法师。干嘛？你跳下去，然后空中碰那个，你这样就不会那个了。摔下去啊！可是其实摔下去也没差啦。其实我听不懂哎、欸。摔下去会死啊！哦，不会、欸。哦，好近哦，法师可不可以？好近哦，这个我有压迫感哎、欸。你在吸引火力，你帮我吸引火力。吸引火力怎么吸啊？因为他们在射你。哦，他们在射我，好，那你就打掉。不要不要！主人什么、啊？那。马超 rap 哦，那个马阿基，哎、欸，我被射中了啦！马超出超超场超马喂马吃马草，马妈妈超超心草草马面喂马超吃耶！ Yeah! 哎呦，那集我居然有在看，之前在那边默的一个人死，哦、要出怪声了、啊！法师过来，法师快过来，快点！等一下啦，你们是要打爆这个还是？哎、欸，我又被射中了啦！不要一直射啦！哎呀！啊！你怎么打到水晶啊？啊？这个炸这么痛啊？啊你干嘛炸水晶啊？我不知道。哈基，嘿，我不嘿屁呀、啊！好烦哦、喔！啊，不是你第一次，你说你记得我？那你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真第一次还是假的？那本来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要踢屁我啊！我的妈！你就自己走。我们自己走。我要做斧头，一根人斧头，哦，说不定其实有哎，世界这么大。我只是要砍树啦，等下攻击其实也可以用啊。哦，这个我练很久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这是传家宝哎、欸，传家宝，你把它砍掉了。为什么传家宝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传家宝？哎、欸，你还砍？为什么传家宝啊？这300年前我的爷爷奶奶，砍。在那个彼岸，不想理你。那个彼岸有星星、月亮跟太阳。那个我练很久。本本熊，好了，我要再过去一次。过来啦，你过来了嘛？过来嘛。阿吉，这可以阿吉。有 OK 就折到 OL 哦，不要这样打啦。我知道了。法师，我啊，吃萝卜就是折到 OL 哦。OL。OL 什么？我知道 OL。哎、欸，我听不懂啊，我也不懂啦。对 ，OL 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对 ，OL 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就是那个 Legend of League。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英雄联盟倒过来啦。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样只有这样还是 LOL 呢？不是阿姆斯特炮啊。OLO 是什么啊？阿姆斯特炮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成这样啦？我们怎么就只会一条，不会三条哦？还记得三步时就狡猾一下，因为主角抗火性，我知道什么主角抗火性，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为什么主角被就是通常在 一场大火后火有些伤痕，像场大火，像场大火，因为靠都靠不上，傻笑，哇，这个是那个吗？哥莱果，对，哥莱果，我可以吃了。哎、欸，哥莱果会不会让我顺到虚空里啊？其实，在空岛用我怕的、欸。到隔壁就掉下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猛、啊？哥莱果，我有哥莱果。我自己吃。哥莱果。哇、哦，那好强哦！好了，我是不是要打回去给你吃了嘛？我不要。你不要吃哦。哈基，你要吃哥莱果吗？不要，你吃就好了。我吃饱了。
他今天你要吃牛排吗？好。我等一下，我得先在这里找到一只牛啊。我这里好像真的还没找到牛哎、欸。先跑一下，桃姐个肚子饿。对啊，不要打等于等于啦，不要打等于等于。阿巴古。阿姆斯是。我应该不好吃。我刚看到有人打三个等于。哇。好了，等一下来吃吃看哥来过。谁走？不要在那边讨论动物了啦，喂。在讨论什么动物啊？我也想讨论动物。你们在讨论猫咪吗？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看？讨论不揪。对。哎、欸，我有揪，我有揪。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看过食蚁兽吗？我是说真的食蚁兽哦，不是顽皮豹里面那一只哦。你说马来貘吗？食蚁兽。哎、欸，稿子爆了。马来貘。搞爆了，搞爆了。可以来个以战之战吗？那个是东城卫的歌吧？然后我记得被做成游戏王的 OP 嘛？啊？啊？啊？那个啊，游戏王的开头啊，就以战之战啊。哦。唱啊。来晚了没关系。以战之战怎么唱？你会唱吗？以战之战。什么？猫了？什么猫了？哎呦！哎，我转弯了，转弯了。台湾三千块。No, but I understand English. 变动物园。For what？ 你们唱《果实年历者》，你们全家，你们全家过果子是游戏王没错啊，可是那首是东城卫写的歌吧？啊，丢脸了，丢了完了，丢脸。就是游戏王的 OP 啊，游戏王的 OP， 对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讨论什么？好完美哦！游戏王的 OP 是中文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一版啊，就真的是以战止战啊，啊，冲一 KSR 哦，这个是 Enderman 还好了，有没有唱过这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不是哈，大哥，你这个有点凶猛。原来是白色比较高的枯宫啊，我还以为是 Enderman 呢。被攻占啊！你这样不算是跟他对到眼睛吗？没有啊，对到眼是我要看着他眼睛呢、欸。全家都，全家攻占你太恐怖了。对啊，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真的 Google 一下。我也想去联署啊，不过 I come from Malaysia， 好像没有 Malaysia。不是应该是 come from 吗？不是 come from， 我是支持联署了，可是我没有去提。你要支持联署什么啦？台湾加入联合国、喔？妈，不然嘞？你是说 Undertale？ 哎、欸、哇，你居然知道？我也在等 Undertale 啊。谁不等啊 ？OK， 有人听过黑人的真情告白吗？公沙角，黑人的真情告白。哦，东城卫没错。对啊，是东城卫的、啊。那时候你看你都不听我讲话，观众讲你就听。杨用刚阿基布，你刚是讲阿基布吗？阿基布，阿布基，阿基，老师有骂我，干嘛啦？不能吃，无病呻吟呢。有人打算来马来西亚啊？东哥，不要那种东西，不要那种戏。轮到你了，姚 boy。轮到你了，姚 boy。Oh shit, you bitch, you bitch, you know, you bitch, damn。看一下那个，没有，我刚骂的是 international 脏话，骂脏话的人要洗当天的碗。我想要看懂中文啊，所以说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哈基，哎、欸，你的头怎么变箱子了？我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跟你讲法师看错你 skin 那件事吗？哦，有。等一下，我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好了，你先不要跑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真的太好笑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得出来哈基的 skin 是想表达什么吗？应该是想要表达他举着箱子没错吧？有被打过、啊可是那天法师他就把哈基的 skin 看成他的头变成箱子，然后穿着哈基的衣服，然后还露肩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这样子，哎、okay. 欸，可是你这样子拿剑就很像是用手肘拿哎、欸。哎呀，你们看我用手镯拿剑，其实也还好，我这材质包是还好了。我也想要一个你，哎、欸，这样好猎奇哦、喔。那哎，试试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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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跟你们好了，欸、那你打看看，你们这剑还是伤我的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看它不会飘走哎、欸。你都伤哎 ，bitch， you bitch 。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